我心自由神，常在即天理良心呀。道家所谓元神师呀，心与神通过，若是其心，便是其神。人以其恶，心即低智，神即怨智，鬼即通智。古语所言，内神通外鬼，是啊。鬼既入心，迷惑其心，遂向眼前惑，何惑见矣？咱历史上祖师讲吼，讲咱的心哦，自己有一个神啦，永远拢存在咱的心。啊，这就是啊，这就是咱的天理良心嘛。啊，那咱道家所讲的，就是元神就是啦。哦哦，元神嘛是天理良心。咱的心啦，你有法度跟咱这个神通往的关系。所以呢，假使你一个人哦，你来欺骗咱的心，那安尼你就欺骗这个神。咱一个人这个意来起这个恶念，咱的意若要讲到，咱吼咱。讲哦，这第六识哦，咱第六识拢专门看歹哦，咱第六识，咱吼，咱的第六识呐，起着这恶念啊，咱的心就是啊，咱的第八识就知影咯，就知影哦。你知影了后，你这个元神啊，自然就离开啊，就天理良心就无去啊，啊那无去，因为鬼就来通啊啦。所以咱古早人讲有讲一句话讲。内神通外鬼，就是这句话啦。这个鬼吼，既然入在咱的心哦，啊，咱就迷惑，都让鬼迷惑，把咱迷惑，咱迷迷茫茫，都把咱迷惑去啊。哦，啊，咱就迷迷茫茫到咱的心嘛。啊，因为啊，你也知啊，这若讲较明，就讲黑社会啦，黑社会就甲就称为鬼，黑社会老蛮。啊，伊哦，伊会把咱牵，把咱啊，咱就迷迷茫茫，啊，对。对黑社会这些流氓去做歹代志，吼，就去做歹代志。啊，但是这个黑社会这些流氓，伊头啊，咱伊头啊，要吼要讲，甲咱引诱戒斗阵，伊嘛用这个甜头来食呢，伊嘛用甜头来食。啊，若讲较白话，就是讲鬼，伊嘛甲咱保庇，安就对啦，吼，嘛甲咱保庇。唔过呢，灭去咱的心，虽然有享受目前的这个福啦，因为伊都有甲咱保庇啊，吼，哦，鬼嘛甲鬼神嘛甲咱保庇啊。虽然是咱吼享受咱目睭前的福，唔过你若亲近鬼神啊，到尾啊呢，好多都到伊啊，拢无好就对啦。所以吼，所以咱即马就看，因为咱是接互伊指挥啊，头往顶头哩食。啊，到尾啊，咱听伊提的话，啊，自然就可以指挥哦。所以吼，这吼，这就是讲，咱人吼，爱照咱人要有定力，袂使吼，这个外口吼，这吼，歹人啦、啊，流氓，甲咱引诱去哦。这就是讲，咱一般的人，就是爱这灵感显化啦吼，啊，无要修心，啊，所以就容易吼，去吼，和这个鬼神甲咱牵去。这句话就是安尼。有在咱人的心中。望高下米，担多是不担钱，心是功德宝，身是功德的根本。